最好的故事不是讲出来的，也不是去听来的，它应该是你亲身去体验的。1亿7000万，2002年底到2003年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了这样一个小镇，碰到了这样一件事，遇到了那样一些人。现在就爆发。也许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终生受益的好故事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。不仅因为我从始至终沉浸在那个故事里，更因为有那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领着我，见悟了一个人怎样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道理。冬至，我们到底是干了？我深深地进入了主人公的世界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随我一起去见那个人。所以我有理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。赶紧想办法呀，啊！不然咱们全都完蛋了。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薛飞怎么知道权限密码的？他怎么知道的？我一点都不清楚。这一点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就想告诉你，薛飞这个王八蛋那张嘴，他把不住门的。他一旦捅出去，咱们就完蛋了。说说，有什么好办法？我要有什么好办法，问你干什么呀？我就知道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如何不能让薛飞这王八蛋他改口。我看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既然知道不让他开口，那你就去把他给干了。你让我去干？对。你开什么玩笑啊你？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我有老婆有孩子，我还有小雅呢，我。我不能干这种事儿，我能够把钱都退回去，我也不能干这种事儿。你以为你把钱退出去就算了事儿了是吧？啊，这是关系到你我身家生命的大事儿。这个笨蛋，
咱们现在有钱了，如果说现在不花，那就没有机会再花了。你不能干，我不能干，就没想到请别人去干。请别人去？请谁啊？喝点酒吧。就算有人愿意去做，不只是薛飞一个人，陈平也知道这个事儿啊。陈一平跟薛飞不一样，所以对他得另想办法。那想什么办法呀？我们总不能把陈一平也一起兜。那当然了，那把打击面太大了。再说，陈一平实际上是帮了咱们。你想想，如果说他不把这个事儿捅出来，那咱们是不是还在梦里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给出卖了，对不对？再说陈一平这个王八蛋，他怪得很，吃软不吃硬。这样吧，陈一平的事儿呢就交给我，咱们现在全力的就是物色那个人选。这个人选你心里有点谱没有？有。谁呀？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弱点，尤其是他贪财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两次库款丢失都应该是他干的，这不正好吗？如果说他们应了我们这个活，那正好说明库款就是他偷的。我明白。这个事儿错大了。那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？早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好，放宽心。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想说我？应验吧。是老乡吧？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事儿。是来找行长的吗？想找行长谈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算了，太晚了，回头再说吧。哎，老乡，我知道你找行长什么事儿，你信不信？
走走，我带你见行长去，好吗？来来来，来。请进，请进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上边，来，快请坐，老乡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来老乡来，班长啊，你看这多巧啊，我这一出门啊，就要碰到老乡在这儿，他说呀，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聊聊，哦。那好啊，老乡，有什么心里话想说就尽管说啊。怎么说呀、啊？我想说，可是行长，我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，一直是踏踏实实，这你们都知道的。看老乡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说话不这样，啊？有什么就尽管说嘛。老乡，你看，你人已经都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好不好？行长，这两个星期我是吃不下睡不着，我一直想找你们说。可是说了，我怕。老乡，你看老彭啊，也是咱们银行的一级领导，是吧？都不是外人，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啊？怎么了，老乡？快大胆说，好不好？我说，银行。那两笔失窃的款是我拿的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那天真的是特别急着用钱，实在没有办法再拿了。真的，行长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这样的。第二笔是薛飞为了摘陈一平，逼着我这么做的。这12万现在还在我们家里边放着，一分我都没花。行长。念我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，你知道我母亲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要是出了事儿，他老人家那就……行长，我求你了，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在银行内部处理？我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给还了。老乡啊，你看是这样哈。这个你今天能够主动来找行长把这个事儿说出来，那算你是聪明的。其实你不说这个事儿，我们早都知道了。哎呀，如果要是按照你刚才那个意思说是要内部处理，恐怕会有很多麻烦，是吧？你想想，你这个两次作案，你说让行长给你内部处理了，你这不是让行长将来怎么做呀？另外，这个事情一旦在社会上曝了光，咱们全行的名誉那就算完了。那你们的意思是？让我自首啊？自首嘛，也未必。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，你考虑一下。如果你能按照我这个主意去做的话呢，
你不仅可以得到200万的现金，另外呢，你还可以得到一张出国的签证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远走高飞，这个事就没了。明白了吗？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哎呀，老乡啊，你这么个明白人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呀？啊？你看你刚才自己说的，这个事情是谁逼你做的？薛飞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，薛飞他把你害了。如果继续由着薛飞这么做下去，他不仅是把你害了，他把咱们行长害了，把我也害了，把咱们全行都害了。要我说呀，像薛飞这种人，他就不应该存在。劝你认真的考虑一下，你两次作案，你想去自首，啊？公安局能认可吗？哎，老彭啊，要我说啊，老乡可以去自首，也可以把咱们刚才谈话内容呢，向公安机关汇报。但是老乡，你还是应该好好想一想，不要忘了。你这个数额是20万，是特大数额，而且还是两次，这叫累犯呐。尽管你是自首，但是你以为还能给你从轻吗？啊，你这不是救自己，是在害自己啊。我倒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老彭给你出的这个建议，哈哈，这200万可不是个小数了。你想想，你一个银行保卫科科长这辈子能挣得了这么多钱？嗯，还有出国签证，你这一远走高飞，你这后半辈子可就彻底改变了。如果说你把薛飞处理掉，这不仅救了你，也算帮了我们大伙儿。你也是为民除害呀，啊？没关系，你呢，慢慢考虑，好好想一想，啊。有多少财富吗？嗯、有多少财富不重要啊、嗯，重要的是有多少是你的呀。你呀，甭管我有多少财富，我告诉你，最主要的，你有没有这个脑子？哎，光有这脑子还不行，还得看你有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做。如果这两者都兼备的话。这里边的财富就都是咱们。你说这人活在世上为了什么啊？还不是为了钱、啊。当初咱两个人大老远的跑到日本去，干什么去？
啊？不过是为了钱吗？你嫁给一老头子，我呢整天的跑这儿跑那儿到处跑，最后干黑店，都是为了一个钱字儿。哎呀，这次真是让我没想到，在外边折腾这么多年，什么也没干成，哎，回到自己家乡，忽然发现，哎，这是机会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哎，就来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次咱们真能干把大事，真的轻松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，这就一座金山，我现在就是坐在山的脚底下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哎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哥吗？知道啊。哎，这次回来怎么没见他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说话。我哥死了。什么时候？啊？说啊！我哥是从齐州最高的大厦上跳下去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儿，因为刘家山。因为这儿。当年刘家善贷款给我们玉家酒业公司1000万元，当时日本那边订单也批了，原材料也已经认购了，可是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原因，刘家善收回了所有的贷款，逼得我哥走投无路。心可够黑的。哎，哎，李平，嗯，发了奖金不请客？别别，哎，我问你呢。进来，厂长，您找我有事儿。啊，老陈啊，哎，来，这个是你的。为什么？你看，你为咱们国家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，及时维护了咱们支行的荣誉，这是行里奖励给你的。谢飞那事儿是真的？他的问题嘛很严重，我们正在进行调查，当然了，细节呢也不便告诉你，不过请你相信组织，我们会尽快拿出个结论来的。谢飞吧，谢飞这事儿我真的是，我真的不是想。哎，老陈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你不要于心不安，你要清楚你做的是对的，啊。不过我们也考虑到薛飞呢是咱们行里的老同志，是业务骨干，能不报案呢尽量不报案，对，争取做内部处理，啊。但是你要有个思想准备，到该划清界限的时候，可不能摇摆不定，啊。来，这钱我不要了，哎，我真不要了。你看，这光明正大来的钱为什么不敢拿呢？我们就是要奖励像你这样的敢于跟丑恶现象做斗争的好同志。老陈，跟你说句实话，像薛飞出了这种事情，我也感到非常的痛心。哎，对了。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哈哈，咱们行里研究决定，上报总行批准，准备提拔你为主办出纳，顶替薛飞的位子。这倒是好事儿，
可是我还没有心理准备。哎，老陈，你看你在行内工作快20年了，论资历能力，你早该做好准备。谁啊？等会儿。老陈呐，哎呀，看来我还得嘱咐你几句啊。这以后有些事情啊，就得是这样。该说的呢说，那不该说的就不能说。该看见的呢啊，那就算看见了；那不该看见的，就是没看见。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啊。奖励给你的，好，那就谢谢行长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上班上班去。吃吧。啊，你爸在里边。哎哎，爸，爸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们晚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沈老师，跟你商个事儿。这孩子还小，我想以后唱诗班是不是能够节假日再去？平常去吧，我怕影响他功课。我觉得这孩子条件挺好的，放弃挺可惜的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要尊重家长的意见的。以后再说吧，好吧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再见。爸，是我要唱，你干嘛怨沈老师啊？哎呀，我也愿让你唱，你妈不同意。那以后人家不带我去怎么办？别跪，你爸给你买了个小礼物。什么？你猜？猜不到。是你梦寐以求的史努比。嗯。什么呀？怎么了？那么小一个。哎，这不也是史努比吗？太小了。太小了，你要多大的？我要像你人那么大。哪有这么大的？有，肯定有。真有啊？有。走，回家，先回家。这有什么好？哎，老杜，老杜。哎呀，我还扎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那儿不拆了。你看报纸写着，给我一些酸豆腐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今天上午市政府召开紧急办公会议，就我市，你看你听着，就我市城市改造工程进行了。哎，程老师来了。哎，正好正好程老师。哎，您看，这咱这不拆了，这也没最后定。这报纸写的还能有？不过有希望了啊！对对对，这总是有希望。对对对对，程老师不坐会儿了啊？哎，别告诉你妈妈这个东西这么贵啊。啊。哎，悠悠换车了，哎，宋奶奶，哎，宋奶奶，什么事儿啊？上回找您借的2000块钱。哎呀，秦老师，啊，我不等这个玩意儿。不，哎，这是没有这个道理。哎呀，谢谢，真的我不等这个。您数数说说。你看你，谢谢，真是上回挺救急的。您数数说说，谢谢，谢谢宋奶奶啊。哎呀，谢谢。你这孩子，这谁的？我的，爸爸帮我买的。怎么了？哎，悠悠，嗯，我说你是不是打算不过了？这东西好几百块钱呢。好几百块钱，我说你学的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啊？哎，什么？自己看。
平，一平，怎么回事啊？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啊，悠悠。啊。去，收作业去。哦。啊？这是奖金。奖金？多少啊？你数啊，两万。两万？你奖金？你喊什么呀？不是，怎么能发这么多奖金啊？很意外，还有意外的呢。我马上就要升主办出纳了。你骗人！你，我骗你这干嘛呀？行里已经报上去了，现在就等着上级批了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你很快还能分到房子呢。是啊，三室一厅。哟，看来我们要时来运转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也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！哎，这都是我烧香拜佛拜来的。哎，不对，一平，你没骗我吧？这奖金怎么能发这么多？我还是有点不信。你说这奖金怎么能发这么多？你怎么了？有钱你又嫌多。好，那我还人家。不不不，这不用问。哎，今天咱不做饭了，上街去。悠悠，干嘛？咱去吃馆子。好啊，我要去吃麦当劳。悠悠，嗯，今天你随便点。好啊，好啊，到那儿，到那儿去点。啊、我去看菜单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心里啊，真的踏实。你说哪个单位发奖金会发两万？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什么时候发过两万的奖金？奖呀。没错啊，食堂给我的说是奖金。炒三丁，别的他就没再说什么。别的倒没说，这反正说话时候那感觉啊，感觉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，有点怪。他就说，嗯，一平啊，这后就是前面都说完了以后，就是最后说一平啊，那个以后，该说的话说，不该说的话别说。我没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你也知道我在单位，我从来不说别人，我也不管闲事儿。刚才又说，该看见的事儿看见，不该看见的事儿就只当没看见。我觉得这话有点奇怪，什么叫做不该看见的事儿就当没看见？哥，太妃来了。柯老板，你迟到了。如果你总是这么迟到的话，没人放心你办事。你放心，这能办成大事的人啊，永远都不收拾。好，那边是副总办公室。如果真像你说的，能办成事的话，那间办公室就是你的。记住，没人能很快在这个公司发展。柯老板，你也记着，那办公室啊，对我来说有没有无所谓，我只是想呢做点事儿，打发点时间。好，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已经加入公司，
咱们就是朋友。今天跟我去办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在齐州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玉家。今天是玉家的百年祭典，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。辈儿的来了几个，有的是有病，有的是有事儿。嫂子，嗯，那咱们这一辈外星人比较多。羊羔皮的，不会是猪皮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猪皮这上头有仨眼儿，哎呀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这是假的，不会。你问，多软啊！来来来，你看看，你试试，多软呐！你问的不是皮子。小姐，这什么皮子？仿真皮。怎么这么便宜？你看这做工多好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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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试试。哎呀，行，来来来，哎哎，干嘛？好了，我自己弄，我自己弄。哎，我自己弄。这人真别扭。叫什么？来，什么样？来来。哎，小姐，我们试一下哈。小姐，我们来一件啊，买啊！巴尔扎克在《欧叶尼格朗台》里说过：“当你一旦尝到了有钱的好，就知道了没钱的不好。”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理解我，不再责怪我。去试试，你没办法回到从前的日子。其实我一直很理解陈一平和他这个家。窘迫的生活，哪怕拥有仅仅2万块钱，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便会一下子实现的。这也许就是个奇迹，它刺激着这原本普通的人，超越了原本普通的日子和普通的想象。毕竟拥有这些快乐，实在对于他们是件太过诱惑的事儿。哲学家
往往把人的变化归结为内因和外因的作用。他们认为内因大于外因。在这件事上，我宁肯相信，对于陈一平这个人，外因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。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，对于他，可能是从前没有过，而且也许以后不会再有的日子。骄傲、兴奋、满足、刺激，仅仅来源于这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金钱。他当时无法知道，人都是有欲望的，而人类这种尘封已久的欲望之门一旦被打开，带来的将只有可怕的后果。可是我们呢，在当时谁又能预测这一切幸福之后的悲剧呢？谁又敢说自己不会和这个人一样呢？后来才知道，那一次意外的收获成了紧接着很多让人意想不到事件发生的起点。知道你会来的，好久没回家了。我来是为了别的事儿。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加入了柯振华的公司？没有，他们都是我挺好的朋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你们拆学校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停止。这是市政府的规定，我们也管不了。姐，你一向都是凡事不管的，今天怎么了？你也不小了，应该懂事了吧？你觉得跟他们混在一起好吗？好了，你的事我管不了，但是你不能让学生失去学校，否则的话我不干。你考虑考虑吧。哎，悠着点儿。奶，奶，哎哎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他们要拆学校？你生气了？不是他们，是你们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我到他们那儿就是帮忙，又没加入他们公司。你这个人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，你老跟他们混在一块儿，到时候你会毁了你自己的。说的什么？我都30多岁人了。我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。那好，那我告诉你，
如果你帮着他们拆我们学校的话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哎，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
了。